让残余部队靠近。没时间了，出发吧。IMC 会疯狂轰炸这里。互相照应，痛快的打一场。小心了，残余部队就要来了。核武泰坦接近中。火力小队，除掉开火的敌军。采集机防护罩恢复了。一名我方铁鱼阵亡。注意，增援来了。随时可以部署。做得好，这些点数给你，用它们来加强防御吧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糟糕，死神接近中。别紧张，你们行的，你们先下手为强。总是这么乐观呢，德罗。
天系统人员。又来了，准备再战一波。方太坦击毁，严重受损，装备护。
埃及金防护罩恢复至100%。泰坦救亡，好威！知道吗？泰坦准备好要上阵，正在等待泰坦降落。几乎毫发无伤，你们应该感到自豪。我是啊，没说你，戴维斯。看来他们派出了空中部队，快速来袭。绿灯机，欢迎回来。那个谁有多的，能不能给我100点数？我正好缺100，就能再买一个炮塔了。谢谢谢谢。够了够了，谢谢，正好两个炮塔，然后第四波那个比较多的无人机。灯铁域控制，找出目标锁定并追踪他们。越多目标越好。嘿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准备好了没？我们都在等你。保卫模式，装备40厘米。小队注意，又有一波敌人空降了，小心头上。早说过了，戴维斯，多注意一点。承受伤害，快阻止敌人。控制手动操作，所有系统正常。好消息，采集机防护罩恢复了，做个了结吧。遭到攻击方攻击，装备40厘米。各位，我们身处了一名铁狱，大家小心一点。我方多名铁狱阵亡。要互相帮忙。小队注意，增援来了。我方兵力在攻击目标。一名我方铁狱阵亡。小心一点。
防护罩遭受攻击，小队注意，增援来了。采集器防护罩恢复了。友邦敌军在攻击你的目标，位置受到威胁，多去探查。警告，敌人停损。用古泰坦人潮采集器沉浸，要是他们靠得太近，会毁了防护罩。采集器防护罩充电中，别让残余部队伤了他。帮泰坦击毁，请监狱，并帮泰坦拖去五方。继续承受攻击的话，防护罩很快就完了。快去掩护他。警告，遭过敌人攻击。保护罩恢复至百分之百。泰坦在攻击目标，帮泰坦击毁。弹射铁狱，你们表现得无懈可击，太完美了，太极连个刮痕都没有，真是做得好。核武泰坦与隐形无人机接近，正朝着你前进，小队，干掉他们！德罗，这位铁月泰防护罩能量正在下降。集中火力，小队，除掉开火的敌军。注意，小队，防护罩关闭了。保护采集机，你们行的。铁玉，采集机生命值剩75%。防护采集正在攻击多地泰坦，位置受威胁。采集机的采集防护罩将关闭了。备战，他正遭受永久性伤害。采集机防护罩正在充电，拜托，保护好他。友邦铁狱逃出敌人
标。友方泰坦在攻击你的目标。受到威胁，多具泰坦攻击，严重受损，建议援助。一名我方铁狱阵亡，小队，我们又失去一名铁狱，结束了阵脚。火，把泰坦击溃。敌方泰坦，数名友方铁运再次加入战局，战斗吧！单拳核心就绪，单拳核心进攻。敌方泰坦击溃，系统转换给铁运。友方铁运登机，警告，遭波及。能够接受闪退，警告，机组严重受损。发现机会，泰坦机毛护罩正承受伤害。发现泰坦机会，泰坦机毛护罩恢复至100%。一名我方铁狱阵亡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团结一心，我们能赢的。注意，小队，保护罩关闭了。保护采集机，你们行的。敌方泰坦击落。小队，保护罩充电的过程中好像小队，铁狱正面降落。正在攻击敌方泰坦，位置受威胁。采集机保护罩恢复了。坚硬的，警告，反应不可预期，严重受损。他这样就对了，我感动到要哭了。他真的哭了。都怪你们赢得太漂亮了。